钓啊，你钓啊。兄弟们啊，又来钓鱼来了。但今天可能是老板娘怕我们那个密室房小，她不太信我们啊。今天老板娘跟来啊。证实一下呗，兄弟们帮我证实一下啊，这是确实赔了1000多的。来吧，挑战黑坑50场啊，不赔钱。6场了，课代表出来一下，是赔了1180了啊。我们饵料是昨天我们直播时候开的啊，昨天晚上开的，今天早上拿着在用啊，就是主打一个节省，主打一个节省。真节省。这个哎，水比还没怎么熟呢，我一会儿稍微添点水啊，味道。味道也没怎么散啊，放了一宿，我一会儿略微往里滴点酒，今天就用它了啊。今天能上岸吗？能上岸吗？人少、嗯、那也不一定，看抽号看屁股了啊。这个风向比如这边要好。调皮20啊，你手机不怎么太好，你抽啊。我抽啊，抽啊。我不敢，不相信我这双手。我要抽的不咋地，你别赖我。死了，抽哪这哪。一会儿，嗯，感觉你。不能开。哎，牛逼。边儿啊，大边儿啊。不是的，这蹦绳1号。啊。看看今天怎么事儿。这要是今天上岸了，老板娘，这回去是胖着的问题，还是你说我密钱了？那可不。啊？啥问题？有口的不能打呀，今天呢。嗯，今天是一个300条啊，沈阳是富龙湾钓场，争取上岸啊。这个你先别抽沫子啊，开杆还不让抽沫子啊？我们开杆还不让抽沫子呢。都往里自己钓呗。就一个小铅笔蛋啊，举的我这好了，开始吧。举的我这手酸呢。近点了，找个底下啊，调了2目，从纯层调了2目，调个4目5目啊。这红绳开的还行是不？可以。还行是不？太行了。前期就是一边找底一边做窝啊，主要一会儿跑鱼容易轮着这个线，注意点。哦。碰绳的。你咋还没上去？着什么急？不要着急。你不急啊？我不急，上回20多分钟才上来。慢慢钓，不要急。说啥呢？毛的。正口。正了吗？啊，正口啊，这在嘴边上的毛须子上。那你整的像那么累呢？没有，刚才秃了套了。啊，手胳膊秃了了。我看多大鱼啊？也挺大，得有2斤2斤半以上。嗯。第一条啊。第一条。早上送完孩子，你俩就来了呗。啊，他家开的晚呢。挺好。他家的点儿比较不错呀。飞。都是雪林啊，都是矿镜。你睁眼说瞎话吗，媳妇儿？这地方影响我拍摄的那什么角度。我操！怎么还打出对来了呢？让口了你啊？我让什么口？我就看着一口。还让口？我就看着一口。不然怎么能上俩呢？后来他也不上你。嗯，还行啊、哦。看来不是你方的。来呀！哎呦我，真大呀！这啥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得有3斤。嗯。
飞得漂亮，还行啊。我走啥？我给你啊。哎，我拿闪炮。没咬啊。咬了。不干点啥吧，他不咬。毛的。还是毛的。这肯定是毛的了，这个跑不了它了。哎呦我这是猪崽子一样啊。这没毛啊。哎呦我小猪崽子一样啊。这鱼三只脚能上岸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不正口吗？就得毛它呀！我一看呢，滑一点就行，是吧？但是这是毛的。那我逼哥给你留个好位置啊、哦！哎呦我这，你反应挺快呀！你怎么一干点啥就上鱼呢？我感觉也是的呢，我想干点啥就上鱼。换上4.5米了。啊，1.5拉0.8。换上4.5米了，今天2.7米没太暴躁，钓了10多条鱼，15条。来了，哎呦，这波有线呐，不得劲儿啊！啊？啊？有事儿吗？鱼不大。啊？要用灯啊？不是。我操！我得把长长往里把长长网杆拿来。抽几杆就来了吧？第二杆，这是6.5的吗？6.5的，6.5的无极道，钓挺疯狂吗？呱呱给人送钱，天天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少山，去的那个少山。我操，这玩意儿还能听懂话呀？啊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给你，给你。我还以为叫什么呢，快点快点，等着啊，上条鱼吧。哎呀，哎呀真大呀，哎呦我操，鱼儿正口，在哪呢？鱼儿，你是要10包还是多少来的？来用我抄不？哎呀哎呀呀呀呀呀！别说话，先别说话，把我的鱼吓跑了。看杆儿，弧度。陆鱼有什么意思？是不？本家你钓吧，本家。本家你钓啊！看鱼大不大，本家。啊？阿丽。啊？钓啊！你钓啊！全是毛的啊、哦！别气，别气他，别气他，别气人家了啊！上鱼正常，正常，一会儿给人气急眼了，给我踢河里头去啊！天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呦呦！快拽出来！哎呦！那样。啥玩意儿？哎呀！干啥呢，李大哥？哎呦我操，挺大呀！死线小啊，0.8的。完了完了，那人要下手，那人要下手！哎呦我操，那人要下手！
人都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你可别豁弄人家了。豁弄人家了啊，看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小猪崽儿啊！哎，哎，快感谢人家！哎，你左手啊，饮料嘴里发酸。关键是，你这个凉快了吗？差不多，应该能入口了。哎呦我操！完了，我就说他们。这你咋下来呀、啊？没事，直线扔上了。完了，主线全折了，还是直？掉啊！快录他，他嘲讽我！快录他，他嘲讽我！都掉啊！掉！完了！掉啊！完了完了！你老气人家！老气人家是吧？风水轮流转。你俩怎么聊的钱呢？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，手把属实差点啊。Later， 现在进入望天模式了啊。自从那根大线折了以后，没上雨。今天我感觉可能是我放雨啊，现在看。我抽的位置挺好啊。你这位置抽的属实不错啊，媳妇啊，人家都掉十条八条、十多条，咱掉二十多条，属实是不错啊。但是今天雨情没赶在那儿啊。哎呀，难呐！一会儿我们也卖鱼。不挺了，不挺了，不挺了，吃饭去吧。然后我们还是评论、点赞、评论啊。然后把我昨天晚上老板娘整错那个，整错那个半截袖给大伙抽出去，健康的半截袖。十五号沈阳我们就不掉了，然后十五号去静海花园打比赛。点赞给我加油啊！我们一会儿卖鱼，看能卖多少。这咋掉啊？这鱼真大呀，62斤啊，均钩平均钩是3斤多一条了，这鱼真大，赔多少？62，咱六一十八，186，嗯，300票赔114，赔114，然后课代表搁底下给我帮我算一算啊，我们赔多少了啊？今天还行。过半了，过半了，咱买票过半了。然后我们15号天津见啊，吃老司机去呗，媳妇。是的，走吧。